今天要研究大家在我们康熙做出来的出格的事情当中呢，高山峰那件事情是比较遥远的一件事，然后也可以放给他的夫人看一下这个片段，好，因为我记得我们俩当时超失控的。我们播出这个片段，亲额头一下。现场人太多了，好恐怖！不会，电视机外面的人更多。对，高山峰，你眼中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女孩？就是一个头上绑别着一朵花，然后高山峰没有投入哎。对啊，因为我很紧张哎。所以这个女生是你会愿意就是跟她发展成情侣的一个女生吗？就是刚刚说了嘛，什么以后的事情都还不晓得，可是现在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在倒数声中，小甜甜会把她的脸渐渐的靠近高山峰的脸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珍惜这个机会。哎，快快快，靠近啊，慢慢亲一下就好，亲一下。整个画面里面都听见康永哥的声音，你不觉得他很像老鸨吗？对，这个五秒钟之后，我说真的吗？然后后来我记得当时有酝酿，就是小甜甜认真跟你告白的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以为小甜甜是认真跟我告白的，后来发现他告白成了一个习惯之后，我就觉得没有这么甘心了。他好像是被你开拓了这个告白的勇气，就到处告白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啊，在我之前之后都有人啊。我记得之前是马国碧嘛，之后就是郭彦均还艳福了吧？对。然后再接下来又有马国碧，有马国碧，有在我们节目吗？不在我们节目，在我另外一个节目里，我记得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而且那一集大家都在笑他，哦对，所有人都在笑，徐亨跟那个余祥全就差点没有请道士来收腰那种感觉，在旁边就。这样子，所以你有觉得很心疼她是不是？对，我就觉得说，给她一个台阶。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，那你们这样已经把她亏到一个不行了。那我最后，她如果脸臭怪，我给她一巴掌，那你本来给她一巴掌，那当然是一个综艺效果，很好笑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伤女孩。现在看还蛮浪漫的耶，那一幕。对，我刚刚看的自己也有点那个害羞。是吗？对啊。你还会害羞？我会害羞，就你不会害羞。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，你倒数哎。真的一直听到秦火哥的声音。我想说，那我上了节目，我亲了小点点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不晓得会被讨论像野火燎原。我后来想想，我们节目真的很过分哎，一直把人家营造成对。对啊，就小钟跟徐老师。我一个礼拜没有上。甜甜的事情不能怪我们，是甜甜自己爱高山峰。而且我又回想你的声音又很兴奋，小钟快点，五秒之后抱徐老师。快点哦，小。很喜欢乱凑人家哎，看重对看重播才知道兴奋的最兴奋的是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节目有流程要完成，不能够拖太久啊。对啊，所以那个就是你说当时你感觉到说没有料到引起这么大反响，是说你以为大家都会当成是一个节目里的游戏就结束就结束了？不是，是我不晓得有人会看这个节目。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想说，就是一小部分人，一小部分人看到那个一闪即逝的那个画面，但是想不到重播、重播再重播的，在这个网络上啊，然后后来就是发，而且是我的经纪公司跟我讲说，你那天到底干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一大堆人打电话要找你或干嘛的这样子？然后你后来的回答说法就是说，只是好玩而已。我没有说只是好玩，我是说就是我们是好朋友，那我觉得我跟好朋友接吻没什么。對，如果现在我们再麻烦你亲另外一个女生，你也是会愿意哦？你们麻烦我亲另外一个女生，我现在是一个工作是不是？就你会因为已婚身份就不好意思亲别人吗？会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如果今天王颖平就跟你就告白，然后我又五四三二的话，你还是会亲吗？都可以啦，在场所有人我都可以，焦糖哥哥、戴安娜我都照背不误。焦糖要吗？不好了，他的人夫了，不好了。如果单身还可以，单身还可以考虑一下。对啊，现在是他有顾虑，不是我。哎呀，所以你妈妈有怪你说你怎么可以在康熙做这种事？万一影响到工作怎么办？妈妈刚好没看到。我们今天会为他重播。你干了什么事啊？来，我们播出来给大家看吧。好，然后呢，你把脸转向 S 那边。好像还蛮漂亮的。还不错。蛮精致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你有点错愕的样子。要说漂亮可以了。我觉得
没有加分吧？有没有扣？有没有扣分？那叫非洲的人，你跟妈坐在那边的时候丑很多的。欢迎 B 小姐，涂黑的样子，一二三。王雨萍变黑之后少了明星味，反而多了一股男儿的气息。好黑呀！这牙齿好白啊！好白啊！牙齿超白的，超白的，超白的，还是有我跟你有一种男孩子的样子。他变成可爱的男生的感觉，他很像会打篮球的样子。你刘海有里面有涂吗？好像也有吧。哇哇！他有不要露出来，不要露出来。好。可是你为什么变黑头变大了？对，而且你应该跟他你变得好多，差好多，好可怕哦。我为什么要把你涂黑啊？我也忘了那一次是因为要假装你晒回来吗？还是没有那一次好像就是要看就是皮肤白的那个女艺人，然后把他们涂黑。我们连这种单元也做，我们可以随便想把白皮肤人涂成别的颜色，而且这么短的步骤也可以做一集哦。所以如果是巧克力被涂黑应该没问题，因为只是再深一点。他黑的是 OK， 可是如果我涂白应该也会很怪。下次可以，你变白就没特色了吧？五官。好，下次来涂白。我们节目有那么想不出内容吗？一直让来宾变色吗？妈妈有，妈妈没有看到过你黑的样子。没，她只有就是我在做模特，一进模特的第二年，我有去参加就是外景的节目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去什么八仙水上乐园那些，就是录一整天，然后就整个都有变黑，然后还甚至那时候在节目上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厂商会以为说我真的现在变这么黑，然后不敢把我通告。哇，就是刚刚那集播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因为有些厂商以为你真的变那么黑，对他们就是刚好不会看综艺节目吗？他们刚好一转就转到说奇怪怎么变这么黑，所以厂商现在以为高山峰娶的是小甜甜吗？是2007年，那是2007年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最后要看是我们对这个焦糖哥哥做的一件事情。我怕他烫不了你的手，也烧不了你的口和疤。好怪哦。打到脸上是什么？就是我要变成黑人啊！我要从新农变成奥巴马，所以要变颜色。为什么会有那么辛苦却那么难看的表演？原来这不是谈话节目，这是游戏节目哎！这不是我们对他做的，这不是，但是这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不了解，当时大家从那个输送到出来是要干嘛？其实就是20秒要吸引主持人的注意。那时候觉得 S 姐，我们一直很注意你们呢，太多人了，然后很竞争嘛。那 S 姐看过这么多厉害的表演，对，想说要出奇招才能出奇制胜。是我们制作人鼓励你这样做的吗？没有，我是先想好，然后比鲁哥说，很好啊。眼白变黑蛮吓人的，而且他是整个都是全黑的，然后在想说他要怎么洗他的眼睛啊，眼睛就算这样放开的话也都是黑的。后来到底怎么洗的？后来我回到家就去眼科医生那边洗的。还要去看眼科？去洗一下，他医生说没有事的，因为包含就是我之后去医生有没有问你到底干嘛了？没有说，我是为了表演而牺牲的。医生有问说是什么烂节目叫你这样做吗？他说对啊，他有问说你在节目上是哪个节目逼成这样子。你说了康熙，我说康熙来了，他说这节目疯了吗？是你自己要造谣，我们没有叫你这样做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在眼科面前造谣，那是什么眼科？不能假装澄清，对吧？